嗅觉的丧失其实它是有很多种原因的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我们的嗅觉的产生其实是在我们鼻腔顶部有一个部位叫嗅区，含有气味的这个气流到达这个嗅区以后，它就可以识别这个味道，产生这个嗅觉。那么嗅觉的丧失的话，主要有几种原因，第一个就是鼻腔的炎症或者是鼻腔阻塞。造成含有这个味道的气流无法到达这个嗅区，所以我们闻不到味道。像常见的鼻炎、鼻息肉，可能主要是这个原因。当然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一些化学物质的刺激，或者是长期的鼻炎、鼻窦炎，造成这个神经的变性，也可以造成这个嗅觉的下降。同时有一些嗅区的一些长的一些肿瘤，也可以造成这个嗅觉的功能的下降。所以鼻炎可以导致嗅觉失灵，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鼻炎、鼻窦炎的。